加一勺纯牛奶，一勺的开水，一定要是开水，这样就变成温牛奶了。再加一个蛋黄，然后再加三勺七子白，然后就开始搅拌了。可以快速的搅拌，搅一会，我们可以用搅拌棒在碗的四周刮一下把面膜刮到中间去，再继续搅拌，可以反复这么操作几次，直到把面膜搅拌成像这样有。 点像酸奶状的感觉就可以了。先在脸上涂点爽肤水和精华去打个底，然后用搅拌棒直接涂上去。我们皮肤比较暗沉的地方可以重点厚涂一下，有斑的地方也要厚涂，一点一点全部涂上去。涂完之后呢，最好再敷一片补水的面膜，让它更加滋润保湿，那效果就会更好。最后敷一片保鲜膜在最外层。 它主要是可以给皮肤增温，增加这个面膜的吸收效果。三十分钟以后就可以揭掉了，皮肤呢吸收效果特别好哦，嫩嫩的、滑滑的，特别好用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